挺好听的。遇见你的我，碰到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深夜里，写了同样的日记，望着你的我，望着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时光里，问着同样的问题，忘记同样的自己，想念你的我，想念我的你，在不同的岁月里，同样询问着自己，谁在等你，你在等着谁，谁在等我，我在等着谁，这谁，谁在爱你，你在爱这谁。这比赛太卷，这个其实挺有点难的，因为他那个接发条。它有真假声的那个一个切换嘛。